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罗特。到了2018年， Steam 也跟着公布了2017年畅销的游戏咯。当然那个绝地求生想都不用想，一定是榜上有名啦。但是其他游戏表现得怎么样呢？来看看你所喜欢的游戏有没有出现在榜上吧。大家去年有没有在 Steam 中上供给 G 胖大大呢？到底是哪些游戏去年帮他吸了最多金？大家期待已久的 Steam 畅销榜前几天总算出来啦。跟去年一样，网页上并没有明确的排行，而是分成白金、金、银、铜牌等阶级。而大家最瞩目的白金牌层级居然有许多熟面孔，像是巫师三、 CSGO、 侠盗猎车手五、火箭联盟等都是从去年一路热卖的游戏。而 Dota 2是唯一连续两年同时爬上白金的免费游戏。进榜的除了大家已经吃到不行的鸡之外，火箭猎杀野境、神域原罪二等新游戏也都表现不俗。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台湾作品返校则在一月热门新品中出现，与《恶灵古堡七》、《匪夜传奇》等大作并列。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，就请参照影片叙述中的网址哦。